这是前面，然后刻的竹叶蟋蟀，后面虎爸，然后正面它是一个带一点方形，底下也是方，印章。正面它的虎嘴比较短，出水会比较快。一个很好的回忆。正面，这是后面，这是顶。但是，丝瓢它的底呢是这样的，有三个角。这边来，然后这是顶，然后顶，这是印章。来仔细一点，这是它的花纹。